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礼拜三 CTI Talk 中天投壳的时间。我是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晋，今天在这边会为各位分享一下我对这世界的某些看法。我们现在的节目会同时双开直播，在中天电视以及大国武器大官 On Fire。同时啊，播出，请各位朋友们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啊小铃铛。我们在这边啊，为各位啊谈论啊世界上大事啊有很多，但是呢，今天啊，首先跟各位啊分享这个天下怪事啊有很多，但是没有今年多。今年呢，有带头胡说八道。我们啊，外交部部长啊，吴钊燮先生啊，这个说美国啊，已经啊跟我们有秘密的协信，就核武哎会涵盖啊台湾。我认为啊，这个吴钊燮先生呢，可能是跟赖清德副总统啊有些啊过节，可能是认为啊赖清德总统啊现在已经被提名代表民主进步党要去竞选总统，票实在太多。所以啊，随便啊，胡说八道，用这个啊战争啊，这些啊恐怖啊来啊，就是啊恐吓大家。各位，核武涵盖啊台湾，究竟是要把核武呢？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投资在台湾呢，还是说啊，在台湾遭受攻击的时候，他愿意啊承诺使用核武啊来啊解决问题？那假如这样事情是会让啊这个台湾更加安全的话？那我倒要问一下吴钊燮部长，为什么你的儿子还留在美国没有回来呢？你今天啊是存心啊这个开我们的玩笑，寻我们的开心，然后却要放这个话，问他说真正消息的来源呢？他又故作神秘，然后呢带出一所密抹神秘的微笑。我认为啊，现在有谁啊说啊北京会对台啊使用核武？我认为，第一，这个人呢，应该送去啊做精神的检查，因为啊，不要说对台湾，这个台湾啊是啊中国大陆是希望收复而且统一的地方，他随便在自己的土地上去扔核武，这个啊简直啊就是违背啊最基本的逻辑。而且，中国大陆啊面对核武的选择，早在他完成啊第一次核武试爆之前。这么多年以来，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中国大陆是唯一，也是啊，说唯一啊，而且呢，主动表示绝不率先啊使用核武。所以，他既然是绝不率先使用核武，那请问一下，假如今天为了台湾而核武有所涵盖，请问一下？谁会啊？是啊，先使用核武，那绝对不是北京。那假如是美国啊，在那边啊，核武啊，因为台湾这边有啊冲突，然后使用了核武反击。请问一下，中国大陆反击的对象是谁？各位，你今天要啊担心呢，是住在啊旧金山啊跟啊洛杉矶的人。所以说，我是觉得啊，真的是这个吴钊燮部长大概是认为啊，赖清德副总统啊的票啊实在多到不得了的状况之下，所以在那边啊真是胡说八道。我给各位啊爆个料，大家啊到网上仔细啊这个去啊搜寻一下，其实这个吴钊燮部长不过就在时啊，因为啊在美国的这个作家以及律师啊叫做 Golden 张啊 Golden Chang 啊。这个就是张家敦先生呢，老早就讲过了，而且去年我们的官方的喉舌媒体还根据啊这个，然后做了一个专门的报道，叫做 "Nuclear Weapon for Taiwan"。大家到网上去啊看一看，就知道这吴钊燮部长不是啊去爆什么料，也不是去秘密透什么内文，只不过去拾啊张家敦啊先生的牙慧。我认为啊这样搞啊，简直是啊太不道德。每个人都有美国的朋友，我美国的朋友一看到这个，几乎啊就是啊隔着啊太平洋把大牙都快啊笑掉了。我认为这种啊做法其实是相当相当的不道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必须要在这边提醒，这种的想法是存心恶搞，要拖美国人下水。也难怪啊，今天啊大家觉得这个整个台湾啊现在弥漫了一个这个气氛，就是以美论，就是美国究竟啊是打什么牌？而美国呢一再啊在那边啊各种的辟谣，
但是呢，我们吴钊燮部长却在这边各种的造谣。我们呢，在这边大家都希望追求和平，但是呢，他却野心勃勃，而且非常的积极，要搞起啊核武大战。那我就问你，你为什么把你儿子留在美国？你啊，要是真正爱台湾，你就把你儿子叫回了嘛。你把你儿子留在美国，然后你在这边说这核武已经涵盖台湾，对不起啊，你是嫌啊这个吓不死人是不是？你是嫌啊大家啊这个要把这个票啊这投给赖清德，然后呢将我们带向战争吗？哎呀，我真是觉得真是啊是糊涂到底啊，去食那个张家敦的牙慧。那是啊2022年1月6号，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喉舌媒体曾经做过的报道，在 YouTube 上有。所以呢，我认为美国啊有很多人认为啊绿营啊简直是已经啊这个不知道昏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现在啊这个所有啊办外交一讲话就出问题。这个萧美琴啊他驻美，然后呢他讲说台湾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大家看到没有，索罗斯第二天就把所有台积电的股票立刻都啊这个出清然后脱手。各位，你这些啊这个绿营搞外交的不开口啊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巴。但是呢你开了口啊真是啊去啊扯出一大堆谎话烂话，而且搞得啊是一团乱。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先啊去啊把这个胡说八道话这个讲完之后，而且为大家分析之后，我现在来谈谈啊这个广岛最近开了有关啊七大工业国组织的峰会。这个七大工业组织领袖的峰会，其实七大工业国有它很长久的历史，而且呢它原先啊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由美国财政当时财政部长舒兹啊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财政部长然后研讨，最后他们觉得应该要再加入啊这个日本，所以他们当时从 G4 变成 G5。后来呢这个到了1975-1976，他们啊决定啊要再加两个人，就呢加了呢加拿大跟了意大利。然后呢英国呢在第二年1976年拉线，说也应该把欧盟拿出来到对话的对象，但欧盟每次就派两个人，就是啊理事会主席跟执委会主席。所以呢现在啊在这边变成啊 G7, 现在啊七大工业国集团的现在的架构。那这个七大工业国集团在广岛啊召开峰会，我首先要跟各位提醒，七大工业国集团这个组织没有常设的秘书处，也就是大家轮序啊在那边是一个讲话的相互去啊对话的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之中，大家依序啊就是由主办国谁轮到主办，他的这个整个政府的主办单位跟大家协调，然后把这个峰会给办完。那这次呢轮到日本，是日本的外务省啊负责在这边穿针引线去做。所以他里头峰会他里头的公报是啊针对两岸，换言之是基本上看起来应该是啊东京在那边啊去捉刀。那针对两岸的情形，他重申了所谓一中的政策。但是呢各位，这里头公报洋洋洒洒66点。66点之中第51点跟52点是点名校正对着中国大陆。可是在这51点之中呢，这个特别讲的之中就是针对台湾问题又强调啊要啊是啊继续贯彻一中政策。但是这个公报呢他又提在第52点啊或者啊第51点的最后提到了南海的情势。这个中国大陆啊听到之后啊其实在那边啊点名校正就已经很不爽。所以第二天啊立刻由他的当时发布公报的时候是5月20号。5月19号他们是例行记者会。20号那天呢就没有办法直接反应。但是呢在20号那天特别做了一个专稿。但是在19号跟22号第二个礼拜一啊这两天的例行记者会也有人在问过。但是他们发了一个专稿，专门啊是对于啊这个公报里头的涉华事项，他啊提出一个一个逐点的反驳。那在这个反驳呢，这个特别痛斥啊，这是在炒作南海歧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引据2016年的时候那个荒唐的南海仲裁案，我觉得这个简直是愚蠢至极。南海仲裁案是一个只有当初去提出南海仲裁的那个菲律宾接受的东西，而且呢这个南海仲裁案的结果
简直啊，在啊我们国际法上是了不起的糟糕烂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居然啊就会有啊这国际仲裁法院。国际仲裁法院历史悠久，我们是光绪皇帝啊代表啊去啊这个当时那个时代啊光绪皇帝的这个去啊下诏我们啊加入的。那就在这个国际仲裁法院、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还有呢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三个重要的国际法机构立刻都发了个声明，这个仲裁机构跟我们没关系。大家就知道这个仲裁的结果只有四个字啊来形容，叫做臭名远播。所以面对啊这些啊拿出这些啊荒唐的东西，然后啊点名啊对上啊这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当然相当不爽。所以中国大陆立刻呢就不但啊这个是啊召唤啊这个就是日本驻华大使，把他啊这个抓来，然后啊这个当时外交部的副部长孙卫东就召唤了这个大使，然后把他训斥了一顿。所以外交部啊这个北京呢就提出了外交的抗议来回应啊这个峰会的公报。我认为各位啊就是朋友们今天要读这个峰会公报啊，除了峰会公报之外，那不是啊这些所有领袖所共同发的唯一的文件。因为在最后之中它有一个叫 reference 的 document， 就是参考文件之中还有其他针对这个就是经济的韧性、经济的安全、粮食的安全、洁净的能源，还有啊裁减核武，以及啊一个就是像到峰会啊背景的，有是啊全球的这些啊就是稳定，以及啊这些减债等等的这些啊一些啊这个背景的说明。各位亲爱的朋友，换言之，也就是说除了公报之外，有好几个不同的这些文件也同时的签署。但是呢你去细读这些啊这文件，你会觉得今天解释是荒唐透顶。因为呢有一个联合的声明是针对啊洁净的能源，他却刻意漠视啊今天中国大陆，里头对于中国大陆啊只字不提。而且呢他们讲他们共啊这个一起啊大家共同的立场是什么。各位，中国大陆是目前全球风能、太阳能这一类的产品以及洁净能源之中，它的生产啊全世界排名第一位。当年欧盟啊认为是啊可以再开发中国大陆的市场，但是中国大陆很快立刻就抓出了这个科技，而且做出来比欧盟更先进的热能、风能以及啊绿能产品。太阳能这个在啊各个地方，这个以及风能在啊这个中国大陆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一类的设施。各位亲爱的朋友，提洁净能源能够绕过中国，这简直啊就是睁着眼睛在说瞎话。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认为大家今天要去读这些公报的时候，应该去好好了解这其中的背景是如何。特别呢就是这个峰会啊，我刚讲过应该是由大家轮序，表面上好像是啊这个是东京在啊主导，可是呢我就是要跟各位要提，他在最后有一个就是关于啊这里头整个峰会的各项决议的一个简介，他叫 fact sheet。 各位你去读得到这个 fact sheet 啊，你才知道这里头之中背后的是谁在操控。我们今天啊在那个 fact sheet 的全文之中，你去看没有提到英国，没有提到法国，没有提到意大利，没有提到加拿大，没有提到欧盟，你知道？那请问一下，你这个 G7 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也没有提到德国，只提到了三次提到了日本，但是呢，一直都是美国认为如何，美国认为如何，但是他把的硬塞放在啊这个公报的最后一个、啊、reference 的，就是参考的文件的最后一项 fact sheet。大家去读了这个 fact sheet 就知道。这个峰会表面上是东京在督导，但实际上是美国啊在操控。我认为啊，今天观察这个事情，我有啊下列啊真正的觉得语重心长啊的讲法。G7 呢，这个原来他认为他是啊属于富人俱乐部，对着全世界各项的议题啊，这个一气啊实施。那今天的状况之下呢，这个以指气使啊，抱歉抱歉，这胡言乱语啊，居然讲错了。
这个以子气死的时候，但是他也没有思考，现在他的经济实力已经明显的衰退。假如啊，去要按照工业国的产值之中，他现在已经要有三个人掉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你今天仔细去看一看这些啊，这个排名，无论就经济的实力，很多人都不知道，现在是印老五啊，这个印老六，也就是啊，排名啊第五名的叫印度。哦，那个谁已经啊，英国已经掉到第六名，所以整个经济实力啊明显衰退。难道这些 G7 仍想掌控啊这个市局吗？我觉得这个是东西是完全啊没有办法认清楚整个世界的变化的真相。我们知道所有啊这些啊政策或者战略搞错，就是低估对手，高估自己，错估环境。我认为啊，今天啊 G7 在那边啊最不负责任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美国啊借贷上限已经到达倒数计时的阶段，那现在美国借贷的问题面临破表，结果峰会的只字不提，刻意回避。各位，6月1号我们就见真章，美国究竟会不会掉票，它的这个举债上限会不会违约，会不会赖债，我认为大家可以去思索。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你该谈的不谈，然后把它当作一个宣传战，然后去发这个公报，然后对于美国，真正美国，各位，美国要是欠债的话，他那个就是欠债垮了之后，那个事情啊非同小可啊。就你们这些啊所谓啊七大工业国 G7 啊的峰会，那结果是啊完全啊不需要面对问题，却啊不敢谈到这些问题。你是怕揭美国的疮疤，但是美国一再的金融危机都是在割别人的，就是去收韭菜，让自己的这个就是过失让别人来弥补，这种赖皮的作风你们呢就是完全不敢谈。所以您这种机会，人家之所以说这个信誉江河日下，也不是没有道理了。但是呢，讲完这个峰会，我们谈一个在峰会时间啊出现的事情。这个是我的好学长啊，黄征辉黄舰长啊，他先提起来了。我觉得他讲的啊也是很有意思。他讲说峰会期间啊，共军啊这个派出了军舰，五艘军舰呢毫不客气，就把日本呢环绕了一圈。他现中在日本海域，换言之也就是摆出架势，我就是这样，你又是如何？各位，我觉得今天趁着我的好学长黄征辉舰长跟大家谈这个问题，我也大家来来看一看。我认为黄舰长是我的好学长，他不愧是专家。他揭露出来共军就环绕这个日本这样，他真正的目的是在展现他的海军实力，就是要让日本知道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无下阿蒙。所以呢，这个他以专家的眼光为各位分析了这整个来龙的去脉。但是呢，我在这边也要提出一个补充，就是我们今天这些的作为可以算是舰炮外交。舰炮外交是属于压迫性或者胁迫性的一种这个外交的手段，是靠的展示你的武力。所以你的舰炮外交必须要拿捏相当精准，又要符合国际法条，要让你心里很膈应很难过，但是呢又没有办法，你知道，要存心让人难过。我认为今天所有共建他这样所有的举重，究竟有没有让日本社会有感，究竟有没有让日本的自卫队有感，究竟有没有让在那个开会有压力，其实也未见得有到达那个地步。但是呢，我觉得真正要到达那个地步呢，其实呢这个也就是要拿捏，第一也让你心里难过，但是又让你骂不出来。所以呢，我这个整个来讲，我是蛮赞同我的好学长讲，这是利用北京利用这些军事的活动拿捏的很精准，所以北京在传送政治信号。但是呢，他这个传送政治信号又拿捏的很好，他只是展示我的实力，但是呢又不要表现出敌意，所以呢他是没有要是去刻意的去恫吓谁，所以呢他也是在他的所作所为穿过任何的这个海峡也都是符合国际公法。各位，这个就是运用军事武力到达已经这个相当绝妙而且拿捏精准的地步。所以我觉得我们黄学长特别把这个给点出来，你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没有在注意。
我在很多年以前我有讲说是中共的军舰在那边接近有那个包夹的态势，但是当时只不过是看起来当作一个形容词，但是经过这么久，然后这样大摇大摆，然后一切合法啊，一切是符合国际法律，然后又顺势传送了某种政治的信号，一副就是三个字你懂的，但是呢他也没有去刻意去恐吓。所以呢我在这边要强调，这整个活动之中对于我们而言真正要去关注而且观察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整个的过程是运用这个法条，而且遵循这些规范，没有一个点是违反国际法的条约规章，所以让东京方面呢没有办法去找茬，就算要硬扯也扯不掉。我们要知道日本这个大和民族就喜欢没事去耍赖，然后去鬼扯一些。譬如说像中国大陆去年八月打这个导弹落在他的 EEZ， 他也去抗议。对不起，你去看看 EEZ 没有任何主权， EEZ 只有就他经济的事项有管辖权。对不起，这个中国大陆打了导弹在那边，他事先发布了靶区，然后也落在那边，是吓到你的日本鱼，让你这个抓的那个就是 Tora， 对不对？抓的那个尾鱼的味道变了，所以你抗议吗？对不对？所以这次完全是没事找事儿。所以这一次整个去环绕这个日本的这个方式，这个是运用法条遵循这个规范，让这个东京找不到任何口实，也没办法拿出任何理由，也没办法找茬。那我今天呢也有人问到我这件事情，说从这个事情观察我们能不能去这个做出比较，说这个绕这个日本这一圈能不能去比拟这个环台所做的事情。我想各位今天要了解，我们今天这个中国大陆在他的眼中对于日本的这些领土归属的认定是跟对于琉球的归属认定是不太一样的，那对于台湾的领土的主权的归属认定也是不太一样。所以呢你今天说绕日可否比拟环台，就政治而言你传送政治信号或许它有类似之处，但是就法理而言基本上来讲那是完全是两回事，性质是完全不同。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舰炮外交是我们讲说这个一个碗是没办法让它敲得叮当响，那必须要靠两个碗之间，换言之也就是今天你要采取一个行动，然后对方要让他有感而且有所反应。所以呢今天绕日之所以产生的效应跟环台所产生的效应其实不一样。环台呢是针对那些台独，它是针对你心虚，所以它采取心理的行动。我跟各位讲，我们今天全台湾的乡亲对于中国大陆这些共军这个采取这种态势兵临城下，我们基本上来讲都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由来的。我们的股市呢也照样进出，而且呢涨跌呢跟这个也没有关系，也没有造成效益，但是呢却把有些人吓得胡言乱语。然后呢譬如说刚才就有人这个外交部长就胡言乱语到这个连核资产都拿出来了，你知道这就是他的心灵被震撼了。所以呢今天这些活动究竟能不能产生效用，这个必须要首先就是那些就是他要去施作的对象，那个指向的对象本身心里的要有先持。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实在话，就是说你先要有一定的情境跟想象的条件，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这个古书列子跟吕氏春秋上面都有一个叫做夷陵窃斧的故事。我怀疑我的邻居偷了我的斧头，你看他怎么样看来看去都觉得他在像个贼，这个讲话像是偷了我的斧头，说话像是说了我偷了我的斧头，吃饭说是偷了我的斧头，而且这个吃菜走路唱歌看起来就像个贼。过两天哎呦斧头找到了，发现自己怀疑错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所以今天所有这些利用舰炮外交摆出军事实力让对方感觉有感，那是因为本身他心里有某种政治的猜想，某些意想，而且某些
这个已经存在的情绪，它才能够产生心理的震撼。各位亲爱的朋友，假如你不认为啊，而且你也相信中国大陆啊没有丧心病狂会啊对着台湾扔核子弹的话，那你会去觉得这个美国有没有核子啊伞涵盖台湾是那么的重要吗？对不对？而且你也相信中国大陆这么多年以来没有啊用过这核武，对不对？绝不率先核武，也是讲话掷地有声。那你觉得核子啊伞，你知道这个事情那么的重要吗？所以今天啊，一开始我就讲说啊，今天啊，去啊嚷嚷讲这些核武核子伞的人，而且认定啊中国大陆会对啊台湾使用核武，所以啊才要美国核子伞的保护。对不起，我认为啊，他应该啊去啊脑袋啊做啊健康的检查，因为啊分明啊这个思想啊是真的是很有问题。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觉得我们今天面对两岸啊各种啊不睦，而且这些啊紧张的情势，我们自己啊要有理智的判断，而且心里要有稳定。假如你每天胡思乱想，而且呢去啊看到2022年1月6号我们的官方媒体啊这个本身的 RTI 啊就做过了一个这个节目，大家到啊 YouTube 上可以找到，那个就是张家敦。所以今天我们吴钊燮部长去实啊张家敦的牙会，然后在那边故作神秘，我给他的评价简直是，你为什么不把你儿子给叫回来啊？对不对？我们啊认为啊你啊今天啊在那边啊在那边乱吓我们，你儿子啊要叫回来，表示说今天有美国核子伞的保护，你不怕了，他不必啊再啊偷离这个就是龟缩在美国，那我就信了你。你儿子不回来，你在那边嚷嚷，你在骗谁呀？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啊先为各位谈到这儿，下面呢我们进一段啊这个广告，让啊大家啊来啊看一看。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啊支持中天，不是光赢啊12次官司就行，还靠你的支持。中天军事频道，大国武器大官 on fire， 聚集战略专家、军事将领，专业评论，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请订阅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芯片上架和即时直播。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又回来，我们这现在啊，后续来谈谈国际的军事状况。我想啊，最近啊，有一个这个议题一直吸引了大家，也有很多啊军事迷在那边讨论，就是俄乌双方啊用啊飞弹啊交锋，但是战果却是啊各说各话。是哪两个飞弹呢？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啊所谓的匕首，也就是啊这个就是俄罗斯啊所用的匕首啊超高音速啊这个导弹，然后呢去啊这个实施对地打击的任务。那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就用了这个爱国者防空飞弹，然后呢实施啊拦截。各位，这两者啊讲的战果各说各话。那我首先为各位啊这个说明一下，这个匕首导弹啊实施啊对地打击的任务啊，你假如真正看它，最早是在2022年的啊1月间啊它就已经啊去啊这个对于啊乌克兰这个西部啊就是很靠近啊这个叫做波兰以及啊罗马尼亚那边啊边界一个州，他对那边啊一个地下的弹药库以及啊武器库实施了穿地的攻击，利用这种啊超高音速导弹的高速的穿透力匕首，然后呢造成了大爆炸，而且呢损失惨重。后来又针对啊这个后续啊在三月四月间呢连续对着这个就是乌克兰南部啊这个装甲部队的一个地下油库又实施了一个对地面的打击，那个爆炸啊这是啊那个效果啊真是啊惊人啊，那整个地下油库啊毁了之后，对于乌克兰的整个装甲部队啊造成啊后勤啊严重的损伤。然后呢他又啊继续啊对着在这个顿内斯克旁边啊有一个这个乌克兰军队的指挥所又实施了这个打击的任务。各位，这个状况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匕首的导弹啊它对地啊实施了战术打击，其实战果相当可观，威力相当惊人，精准程度也很高。可是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后续呢逐渐呢就开始有传出来有啊所谓爱国者飞弹能够顺利的拦截，然后啊将它击落。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们看到那个爱国者连发了30发，然后呢，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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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这样打出去，这个现象啊，极度的这个反常。我跟各位讲，这个为什么就是说今天爱国者这个飞弹必须要去打那个匕首飞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匕首啊，这个超高音速导弹。基本上可以用啊这个所谓 TU-22 或者啊这个米格31啊来啊挂载，甚至还有其他的空中打载台，但是它因为它是不同的挂载，飞行的高度不一样，然后它往下冲的距离不一样，所以啊它的距离有2000到3000啊公里之远。那爱国者飞弹呢，基本上来讲呢，它的射程啊也没有啊，也接近啊100英里。那这个100公里跟那个2000-3000公里啊，那个差的太多。所以，假如这空中的俄罗斯的空中载台能够精准的掌握它定位的目标，而且不被干扰，它可以在几千公里之外就发射出来。所以呢，它对于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防空，你能够去打飞机就打飞机，就要不要去打飞弹，因为打飞弹。毕竟啊，这个几率太低。它之所以不能打那空中载台，就是因为它的射程啊极远。这就是啊，我要跟各位要解释一下这个技术的因素。可是呢，爱国者飞弹就目前为止啊，它的这个真正的拦截的飞行速度啊，一直到现在的 PAC-3 或者 PAC-3 的这个各个分段的增程呢，就是啊这个。那个每个不同的 section 啊 ，SME 啊，去啊这个增程的这个就是增强的，这个就是 PAC-3， 这个它也只到5马赫，现在有 PAC-4 正在发展，那个可以到达6马赫。可是呢，这个匕首飞弹啊，从上啊再往下对地的打击啊，这个各个的数据啊都啊不太一致，但是呢有啊从啊这个12马赫一直到13马赫，以及12马赫到15马赫，这个不同的讲法。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应该12马赫以上，那是没有任何疑问。所以呢，拿一个5马赫的东西去拦截一个12马赫的东西，这个确实啊是很难。所以爱国者飞弹啊，今天啊它啊涉及它有一定的准则，也有一定的规范的方案。它啊基本上来讲是用的一个所谓的射射望。也就是 shoot look， 就是一次打两发，有两发构成一个弹群，然后去观察这个击落的这个状况，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啊续打两发。可是我们今天啊看的那些啊这个新闻的影片，这个爱国者的飞弹啊这个发射的时候，如天女散花一样，啪啦啦这样发出去。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个爱国者一个发射架上啊，有啊这个4×4，叫16枚在那个上面。那个每一个，它总共有4组，每一组上面有4枚，然后呢4×4，总共啊是16枚。那这边啊，我们看到的那个影像啊，啪啪啪啪啪，大家计算了，说连打了30枚。各位亲爱的朋友，所有这些精密啊导引的武器啊，它必须要能够计算出目标啊运动分析，叫做 target motion analysis， 完的时候，然后计算出拦截弹道，得到一个指令叫做发射得解，它才能打得出去。否则啊，这些精密导引武器你没有设定武器参数就把它胡乱打出去，那不是乱枪打鸟吗？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今天啊，这个做法，爱国者飞弹的那种拦截的方式，就是存心啊乱枪打鸟。你看不出来，所谓我刚讲的射射停，就射射望 shoot look， 那个尽管那是对飞机的，但是你没有说今天要反飞弹的时候就噼里啪啦呜呜，这个30发打出去，那个打出去的是多少呢？那个打出去啊是37亿啊美金，所以打完之后呢，是把整个爱国者飞弹呢一年所有总产量啊打掉了7%。各位，这种啊反击简直啊就是毫无章法。这个样子啊，我们呢会觉得开始啊去怀疑，这种毫无章法就是今天全世界都在支援乌克兰军队的这个军备。可是请问一下，现在乌克兰啊接收了各个这些军备，他有没有啊去建立一套规范？假如今天啊这些军备啊，这个乌军的军备啊来的太容易，那简直啊这个运用就是缺乏节制。
各位，你不要这个不相信我讲的话，在维基百科之中，其实有人啊一直在啊收录，你去看看 list of 的这个 military assistance to Ukraine， 那有专门有一个对于乌克兰啊军事援助的清单，请大家啊到那边去看一看。乌克兰啊援助那个清单啊，几乎啊全世界啊这个先进的武器，那个洋洋洒洒有好几页之多，所以我认为。这个今天啊，是不是乌克兰啊这些军备东西来的啊太容易，所以整个乌克兰啊这个做起事情啊打起仗来啊根本啊就是啊财大气粗胡打一通。那我这种啊缺乏啊这种节制的方式，他是不是啊一个可以继续啊支持的对象？我认为各个啊他的盟友以及啊他继续啊，就是说现在啊大家啊这个战争已经打到尸老兵疲的状况，像他这样子毫无节制的在运用这些机密武器也会让人家讲话。但是呢我仔细啊还是要回到学理，我们今天啊依据啊拦截的原理啊来啊分析，我认为这个战果恐怕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叫他那样在短的时间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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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连射，他整个系统啊功能能不能做到那个样子，而且他发射基本上是统一向一个方向发射。因为他那边讲说那天啊这个乌克兰讲声称他总共打了六发匕首啊导弹来，所以他是接战啊六个目标。但是呢俄罗斯讲说他们根本就不用这样去打这个，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放出这些新闻，究竟啊是啊要帮啊这个爱国者做广告呢？因为啊其实爱国者声称爱国者击落啊匕首飞弹已经啊老早就有，而且美国、啊、国防部的、啊、这个发言人呢、啊、这个现在挂着现阶准将的、啊、这个空军呢、啊、现阶准将的、啊、发言人都已经啊去啊这个讲过也证实过这个。可是我们仔细去想想看，这个到底啊可信不可信，这就要可靠不可靠。你按照真正啊最简单的物理啊这个以及啊就是拦截这个射击控制原理分析啊，真的是啊觉得几率啊不高。而且呢基辅市市长啊他啊也啊展示了一个啊就是啊像啊他声称那个就是啊这个导弹的残骸。但是呢大家没有看那个导弹残骸，反而在基辅市啊市区发现很多啊根本就没有打中目标，然后掉在啊地上燃料啊燃尽了，然后掉在地上的爱国者的飞弹的残骸。而且呢最后呢那个基辅市市长所展示的那个、啊、这个弹体呢也被人啊辨识出来，其实啊那是专门啊设计俄罗斯用来设计啊穿透啊那个强化啊混凝土啊这个就是碉堡地下碉堡强化混凝土啊结构底的穿透的这500公斤炸弹。所以在那个情形之下你要仔细去分析爱国者的实力啊，这个在这样子啊去炒作之下他的实力啊真是啊受到各方的质疑。我认为啊到了最后啊这一段的故事或者这个经过，这个恐怕到了最后就是会变成宣传战。宣传战就是各说各话，然后呢大家双方都不拢。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啊在啊历史的战争之中，在整个、啊、还没有结束之中，都有很多这样夸大而且吹嘘误导。那当然有些啊是啊用来误导敌方，让他不知道你真正的实力是如何，但有些啊也是啊为了我讲的不客气点，也是、啊、军火商啊在那边啊吹嘘炒作。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究竟啊这真相是如何，我认为大家应该啊冷静下来，仔细从学理的这个角度切入，然后来审慎观察这个问题。讲完了发生在基辅的这个就是爱国者对抗啊这个匕首啊高音速导弹之后，我们来看看地面作战。地面作战现在啊最新啊这个传出来的消息啊，就是啊在啊这个20号啊这个前后，俄军呢、啊，这个运用了这个瓦格纳的这个佣兵攻下了巴赫姆特，现在啊，真的看起来是啊，全城呢、啊、满目疮痍啊，已成了废墟，而且啊，整个、啊、就是这个、俄罗斯的佣兵啊，瓦格纳、啊、他在啊进攻的攻坚的过程之中，他用的、啊、这个火力啊，实在啊极度的惊人，所以啊，整个全城啊几乎都被啊打残了。在那个状况之下，各种的消息的显示，那个时候呢，泽伦斯基就是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正在啊到达广岛，搭乘啊法国的所提供的总统专机，
在那个时候，他对媒体啊，这个表达了他怀疑啊，这个巴赫姆特已经啊失守。我觉得啊，从这个、啊、这个之中，我要觉得，这个难道泽伦斯基他是、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三军统帅，他都搞不清楚到底啊这个巴赫姆特、啊、有没有失守？所以泽伦斯基啊，当时对于媒体讲说他怀疑啊这个巴赫姆特已经失守，但是很快的发言人立刻呢就出来要、啊、跳出来澄清，然后呢泽伦斯基也随着、啊、改口。所以这里头真相究竟是什么？难道你三军统帅没有办法获得及时而且正确的消息？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乌克兰面对战争的确实啊是相当紊乱。但是从回头啊来看，其实啊俄罗斯啊也有这个同样的情形，这个、啊、普丁也有啊判断错误，也有讲错话的情形。但整个状况之下，我们认为在啊广岛峰会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个拜登最后还是、啊、见到了、啊、泽伦斯基，双方啊谈完之后，这个时候美国、啊、还是、啊、为啊这个就是、啊、这个乌克兰再提供了3.5亿的、啊、这个军事援助，但是美国、啊、为了援助、啊、乌克兰，这个目前已经显露出、啊、疲态，这个从、啊、美军自己库存的军备啊这个就是军备库之中不断的调拨之中。各位你要知道今天这个战争的状况去啊升高是在2022年2月24号，可是早在2021年的这个十月间，这个拜登总统就运用了这个美国这个总统的这个特别的提拨权，这个提拨的权限从美军的库存的这个就是储备的军备库里面调拨军备的武装的武器，或者说是他的弹药，这把它拨给了这个乌克兰的军队。从那个时候在开战呢，这个状况往上升了提升，因为开战是2014年2月20号，从2022年2月24号啊之前有2次，然后在随后有35次，再加上这一次有36次，所以总数从37次已经增加到38次。再这样一遍一遍的这个兵力的投入，原先讲不给了，最后给了，说原先啊不给啊这个火箭，最后也给了，原先不给战车，战车也给了，原先不给 F16， 现在 F16 也凑出了57架要去给了。各位面对这个状况，我们可以啊这个很明显的观察到，已经啊这个在楼梯上啊响了半天，然后呢在那边嚷嚷半天，所谓啊春季反攻啊，现在都已经夏季了，对不对？前几天是小满，这个夏至这个很快就这个到了，夏至过了，然后这个就是、啊、这个小满，对不对？所以各位你看到没有啊，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夏天都来了，请问一下这个春季反攻在哪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春季反攻显然啊是啊落空了，那各方呢还是在、啊、继续啊在那边啊乱喷口水。各位这个观众朋友，我还是要语重心长讲一句话，从这个俄乌啊这个情势啊升温，2022年2月24号、啊、升温之后，当时我们的政府啊开始做、啊、政治的炒作。我们原来在啊这次二月这个2022年2月24号之前啊根本就没有人关心这个事。2014年啊这个2月20号，当啊俄罗斯入侵啊这个入侵啊这个就是乌克兰的时候，那个时候国际社会有反应，但是对于台湾社会而言根本就没有非常坚强的记忆。台湾人呢、啊、也是啊很有善良，对于人家发生不幸总是愿意啊乐意去援助。可是啊将我们自我比拟成乌克兰，然后将中国大陆、啊、比拟成了、啊、俄罗斯，我觉得这是、啊、政治炒作。你仔细去看一看俄乌这场战争，我们究竟啊有必要要关心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把它错误到比拟我们身上，将我们的情绪啊寄托在那儿，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子乱喷口水，其实啊都是啊这个等于让我们自己啊陷在这种啊感情勒索的这个就是啊陷阱里头。其实俄乌之间它有啊冲突，我们从中间啊汲取教训，只要战争打起来，双方都是输家。但是呢，把我们啊却好像变成特定啊要去支持乌克兰，我觉得这是啊愚蠢。你去看看乌克兰啊跟啊中国大陆的关系，以及当初啊去啊支持啊中国大陆去啊这个支持中国大陆发展军备的时候，为什么啊今天我们啊绿营政府就没有一个人啊去啊想到去谴责那边？
难道你美国爸爸啊，这个叫你啊支持，你就要不能做任何的质疑，而且我们也不能去啊，这有哪一个能够挺起腰杆去跟乌克兰讲，你必须承诺你再也不去啊援助啊中国大陆任何军事武力，没有一个人有，我们这个绿营政府没有一个人有那个、啊、这个就是说骨气去啊挺起啊腰杆去讲这句话。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觉得啊，今天啊，就是因为这些情感的、啊、投射，蔡政府啊，现在啊，都在啊规划，我们啊，假如面对啊中国大陆啊，就有一天万一不幸的真的啊打起来的话，他在规划那些啊城镇战。各位，城镇战今天巴赫姆特就是一个、啊、这个明显的案例。请问一下，我们今天要不要在啊这个客厅啊当碉堡？花园挖战壕，然后呢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把自己啊多少年来建设的家园之后打成啊废墟。我们啊要不要将战争啊拖到我们以外的我们真正住的地方以外去打，而不是把它拖到里头去打。所以用这种乌克兰式的战争，它真正的用心啊，乌式战争就是要摧毁台湾。这种乌式战争呢、啊，就是、啊、拿自己啊去啊做啊牺牲党，我要让自己啊去啊当啊讨好啊华盛顿政客的炮灰跟马前卒，这绝非啊明智决策。我今天啊真正翻到、啊、我在2020年前啊这个五月，我在啊这个中国大陆一个智库写过一个文章，美国是不是在布局下一个珍珠港？各位啊，大家可以去用这个题目、啊、到网上去搜一搜。这个我当时啊写了之后，国内很多媒体啊都转述了报道。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仔细啊去思考一下，这个、啊、我当时在2020年那个时候是在俄乌尔情势升高之前，我就讲过，说我举了很多的例子，说美国确实一步一步希望在导向扮演一个珍珠港，不断的是在钓鱼台、台海以及啊南海上啊那边做文章，究竟啊他的内心啊是什么？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在这边啊，觉得面对两岸的这个矛盾呢、啊，我们确实有矛盾，我们确实有很多歧见。但是呢，我们今天啊，有美国，我们要面对中国大陆；没有美国，我们更要去面对中国大陆。无论如何，我们面对中国大陆，我在呼吁我们所有的台湾的乡亲啊，无论呢、啊、将来啊是如何，我们都要挺起啊胸膛，我们要直起腰杆，我们要勇敢的去化解矛盾。而不是啊，运用这个矛盾将仇恨呢、啊，就要、啊、不断的去加温加热。今天看看啊，中国大陆啊，已经啊有50%几的人呢、啊，决定啊要支持武统。我们看到这样子啊去发展的这些啊倾向，我们感到忧心忡忡。我认为我们呢、啊，今天台湾的乡亲，我们在这儿要人人要期待啊稳定和平，而且呢，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期待稳定和平。但是刻意的去啊制造仇恨矛盾，而且带向战争，这就是台独。只有啊台独会导向战争。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台湾啊花了这么多年，好几代人努力啊把它啊建设起来，我们愿不愿意啊陪葬，然后啊作为啊马前卒，将我们的身家性命啊去啊去这个去满足啊这个西方继续啊宰制这个就是啊这个全球，而且继续啊在那边啊去啊指点啊江山，然后呢去啊制造不平等待遇，去压迫、啊、很多啊这个国家。为什么今天中国大陆能够在全球获得很多这些他的政策获得这些回响？我们要冷静去思考。我们今天老是觉得自己能够贴上了美国的白脸或者欧洲的白脸，就是高大上，这种思维是不对的。各位，为什么呢？我跟各位讲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我们都知道6月1日是一个美国真正未来的大关卡，这个华府的这个财政入不敷出，已经是结构性的问题。这个整个入不敷出，而且这种所谓的外贸之间有这个赤字，政府的支出有赤字，所以呢他现在已经深陷在以债养债的这种恶性循环之中，没有办法挣脱。各位，我们今天经济很简单嘛，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怎么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对不对？节流就是减少你的开支。假如呢，你这个就是说整个账面失衡，就无论你是谁，你再有钱，到了最后你还是掏干了。美国不是没有经济实力，
美国不是没有经济产值，但是呢，这个既靠借钱过日子，而且呢，不断的去啊这个自用啊，用未来子孙的钱，然后自用这种信用的额度，这种恶性循环，其实啊，就是真正美国经济病的来源。而且美国啊，这些经济金融啊，就是跟呢全世界是连结。他假如啊这边啊出了问题，那都不知道还要害死多少人。各位亲爱的朋友，美国啊现在啊这些啊这个以债养债啊，基本上就跟嗑毒品一样，嗑药一样。这个吸食毒品嗑药越陷越深，所以呢这些东西啊，人家经常讲一句话，说你上瘾了啊。各位，他确实上瘾了，因为什么？美国放宽啊美债上限已经啊总共啊升了30次，他多次放宽啊美债的上限，换言之，也就是说每次往上提，每次往上提，那些都是治标，不是治本，也就是我在讲开源节流，他不是。他既不开源也不节流，而且没事啊还要这个各种的去投入战争。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根本啊就是啊在那边吃止痛药。所以呢他不断的在放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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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还要很神妙的去印钞票，他叫 QE, 就要呢印这个印了钞票，然后哗大撒币，印了钞票再来 QE2, 再大撒币。各位，有谁能够靠这种印钞票来过日子？所以呢，今天大家看到啊，都是从啊短暂而且短期的政治层面看到国会两党啊，他在谈判，然后陷入僵局，然后在那分析说啊，这个今天共和党啊，却要面对啊这个民主党的政府，他很技巧了，不让参议院涉入，完全只有啊这共和党所主导的众议院在那边涉入，双方两党斗得好不乐乎啊。但是呢，全世界啊忧心忡忡，在看这个烂戏托棚，这种啊政治啊极化啊是啊极难化解的这个僵局。各位，我们看到啊美国啊这个毫不团结，然后两党之间没有共识，而且没有办法去建立啊如何开源节流。这个即使啊共和党那边啊提出要削减啊政府的支出，他也不是站在公益的立场，他也是考量在两年之后啊他选举之间的选举算计的立场。所以在这情形之下，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啊，到目前为止态度啊强硬的不得了，他啊这个绝不啊拨款。为什么呢？在这个绝不拨款的这个状况之下，他就是要逼迫让拜登政府的行政部门啊能够屈服。可是他每次这个样子，就让啊全球的金融市场啊，跟呢就是啊我们得的疟疾一样，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打摆子的上上下下，这金融的警钟啊就当当当当的不断的在那边敲。各位，你美国啊这样做，你身为啊这个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风，你今天啊去啊这个第一，你把你的金融搞坏，你知道，那终有一天大家忍无可忍，最后呢美债啊他啊。这个今天的问题是说啊，他美债啊，假如不升高这个举债上限，他啊很可能啊就会啊这个付款啊就会跳票。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经常讲说，人家啊要赶着去啊这个嘎那个3:30嘎票子，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假如说不认真去面对问题，你就是要跳票。那这种啊金融的警钟啊，叮叮当当拼命在响，各位亲爱的朋友，这对我们啊有到底有什么好处？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之下，这个全世界啊都在做避险的设施，很多的国家呢都已经思考，而且这个东西都已经是摆在啊台面上，叫去美元化。各位亲爱的朋友，去美元化啊，使用啊本币的这个交易，而不再用啊，也就是说我们啊今天这些啊货币，它有啊当做交易的媒体，也可以当做储备的这个资产，所以。他今天当这些啊使用本币交易，因为以往大家都是想办法用啊美金来啊做计价标准，然后希望收了美金，因为美金稳。现在摆明了说，我今天不要了，我不要用美金来交易，我不必要的收。那在这个样子咯，换言之，也就是说对美军呢，对于啊美元呢，对美金呢信心丧失。所以去美元化基本上就是它的，我们讲一个名词叫币系。你这个 currency 啊，它的 credibility 啊，到底还存不存在？假如你今天啊，这种货币它的信用已经崩盘的话，各位，你后续你还怎么样能够骗下去呢？美国现在寅吃卯粮，而且呢，它基本上就是以债养债，那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字，骗。
你知道，那你如何能啊这个骗下去？就是你有信用，你有啊这个让人家有信心。但是呢，你今天会面临这个去美化，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些状况。那中国大陆呢，手中有很多美元的资产，那他面对这个问题，他也很焦虑，他也要思考如何能够避险。他想出来一个招式，就是很多国家啊现在欠的这些啊借款都是美元，而他手中啊美元又很多，因为啊这个即使他一直想这个去美元化，大家看到没有，在啊今年的这个就是三月间，他突然一下来又那个又就是说连续九个月减持啊美债，又突然一下来增加了300亿。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当时啊他一下出招了很多，大家要看那个时候啊跟美国出招，那他收了这些钱，这些钱要有个去处啊，临时又找不到其他的标的，那就买美债。美债呢，这无论如何还有它的稳定性，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大陆长久啊去减持美债是长远的趋势，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啊这样子啊这个上上下下，但是呢，长久去美元化，他把美元啊这边多的美元去借给某些国家啊，就讲明了将来你还款的时候还人民币，也就是说。那些国家拿到美元，因为他原来他缺美元呢、啊，他拿了美元就拿美元，然后去啊这个去这个叫做查，去啊偿还呢、啊、这个就是债务。那偿还了债务之后呢，将来跟呢、啊、中国大陆去卖东西的时候，他收的是、啊、人民币，因为中国大陆用人民币来支付，他最后呢去用人民币去还美元的、啊、债。所以呢，像现在啊，北京啊是积极的提供美元给很多国家，让人家啊去利用美元，就利用这个就是中国大陆手中多余的美元去偿还的债务，而北京积极啊去推动这个事情。各位，这是一个蛮严肃而且、啊、大家值得关注的问题。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啊、人民币啊，它啊有很大的雄心要走向啊国际化。但是呢，他在走向国际化，他不是说今天他嚷嚷人家就可以啊，就愿意配合。所以今天啊，人民币自己本身啊，打铁要啊这个自身硬。所以人民币能够被啊全球啊他所能接受，是因为一方面他自己啊也是啊成为贸易的大国，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有足够的资产跟实力支持啊他的啊这个钱。中国大陆不是没有政府借贷。中国大陆也希望，事实上他也要面对啊地方债务跟啊中央财务啊实施控管，他也要面对他很这个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而且啊不知道出了多少论文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问题。各位亲爱的朋友，中国大陆啊跟美国啊最大的差别是，中国大陆很多政府的报告不断的在嚷嚷自己的问题，但是呢，美国政府呢很多的问题都是媒体啊在呢不断的去追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到啊，中国大陆每次啊这个政府的大员出来要、啊、做党政文件，是这个是硬骨头，那个是难关，那个大家要咬紧牙关，这个要去要、啊、面对问题。各位，今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它之所以能够的、啊、得到各方的配合，是因为它本身的实力。而北京呢，在处理人民币啊国际化整个过程之中啊。他其实啊是相当的审慎，步步为营，绝不啊轻易冒进。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呢这些啊今天处理啊这个金融的问题，假如行有余力啊，这是一个真是一个文化的特征。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全球之中，儒家文化，我们啊中国中华文化涵盖以及影响之地，中国大陆也好，我们也好，这个澳门也好，对不对？或者说是这个叫做香港也好，对不对？我们都啊有一大堆的这个外汇的存底，但是呢，当你啊有了钱，我们最近又听说我们立法院、啊、又有些混蛋呢、啊、要啊通过立法要、啊、去把那个里头的外汇存底啊去动到那边，而主管外汇的这个中央银行总裁、啊、一直讲七七啊以为不可。各位亲爱的同学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仔细去想想看，我们这个民进党啊，已经啊，真是啊，这个什么钱啊，都在啊打这个主意。各位，我们今天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呢、啊、要啊这个面对啊这些金融的冲击，我们这样外汇储备是我们救命的钱呐、啊，是维持我们稳定的钱，你怎么能会啊想办法去立法，要希望能够动用外汇存底去成立什么主权基金？你要钱啊，有一大堆钱。
这几年来民进党政府大撒币，让我们啊整个政府的财政空虚被掏空了。我们面对这些啊整体啊这个国际金融市场这个大潮流的变化，我们的政府在想什么？我们政府在管什么？我们的政府啊他脑袋啊在啊盘着什么样的主意？各位，他们就像什么？就像啊那个酒店快要关门还要再抢啊，大家还要哎我们再喝一 round 啤酒。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国家啊经营要可长可久，你们这些啊败家子，你想想看，你们今天啊去啊弄那些高端或者什么政绩经济方案，那个啊钱啊腐烂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知道？各位，你仔细去想想看，这多么的可怕，台湾要何去何从？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睁开眼，对于那些乱打高空，尤其是啊乱啊整弄的这个辛辛苦苦盖起来巨蛋，为了培养他个人的政治声望跟资本，说停就停，这些所有引起经济的震荡的这些怪招，各位我们能容忍吗？我们能接受吗？今天就为各位谈到这儿，谢谢各位。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台湾言论自由，有中天才完整。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